2020年10月26日下午3:08。看他几兴奋。过来的呗。我们今天来到 Giant， 这个 Giant 呢是全马最大的造 Giant 脚车的工厂。所以在这边直接买的话呢，就比较便宜。我人生第一辆 road bike， 走。我要找大概2000里面的road bike。我把它给我。那买 road bike 的时候有帮忙装平顶的盒吗？这个啥？1000多。这个这个最低，这个第二低。他不是讲价钱的事情，他是一分钱分错了。就是他的广播很贵的，这个都是。这一辆看起来蛮好看的，可是价钱有一点超出我的预算，可是还好啦，是比我之前的脚车还要轻。2021年，感觉一下 road bike 的 feel， 理解一下前轮要组装要怎样拆。我要买这一辆呢，想请问一下是否还有机会加购？确定最后的价钱，老板有打折哦。最后最后的 checking， 这里也卖很多其他款式的脚车，蛮有 class 的 showroom， 好大的仓库，从中国或台湾进口的车身就在这里组装，然后再送到全马各地。Test drive。车座太高了。量车座的高度。免费赠品。给我一个脚车的 cycle meter， 还有一个水平和水平架。标准三级。这里有个空的吗？